哋金融方面喺資產管理都係好希望可以有一啲product， 有啲服務係去俾翻一般嘅市民嘅。我哋嘅起動嘅基金今日咧已經達到九位數字，而咧由一月二開始到而家咧，每一日咧我哋都有好踴躍嘅認購。先要有社會角色，跟住跟上社會嘅時代嚇，咁亦都好重要一份咧，就係要為投資者爭取回報。3、2、1，C基金正式啟動。